搞错了，再来。蜥蜴，蜥蜴，吉祥如意。这是一位帮助了我很多的好大哥，和我定制了一块翡翠。虽然我们素未谋面，但在这里呢，还是要感谢这位大哥对我一直以来的信任和工艺的认可。料子呢，整体比较厚，做了啥都可以。给我了一个题材，蜥蜴，蜥蜴，吉祥如意。所以我打算就是这个位置做一条，做一个，然后这里能做一个，这个绕到这边来，然后这个位置呢就做成如意。这里有一只绕过来，那里有一只绕过来，摆成一只大如意。我怕你们弄不清楚，我再出一个平面效果图。设计思路很简单，白肉的位置呢做一个大如意，黄肉位置呢做两个立体的蜥蜴，蜥蜴的尾巴呢融在大如意里面，结为一体。设计好呢，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直接开干。像这种有挑战性的东西呢，我也是第一次做，做得不好呢，请你们见谅。有哪里做得不到位的地方呢，你们也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告诉我，我会一一回复你们。现在呢是刚雕好的一个半成品的效果，还没有抛光。因为时间有限，所以还没有抛光，我刚雕好就迫不及待的给大家分享出来了。你们猜抛光效果会怎么样呢？